累死我了。小娟，来来来，歇会儿。哟，怎么回事？把床都搬进来了。哎呀，装置艺术嘛。就这个？那咱们宿舍那到处都是装置啊，比这还好。没那么简单吧？这张床一定有它的特别之处。小军啊，我忽然有一个疑问呢。说呗。究竟谁来决定什么是艺术呢？当然是艺术家。那一个人是不是艺术家，又是谁说了算呢？大家说了算呗。不对，自己说了算。所以啊，人人都是艺术家。照这个局面发展下去，可以这么说吧。难怪这有才不考大学了。